元气上线，元气上线，闪亮上线，闪亮上线，耶！我们今天呢要聊的主题是夏日美丽分享，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东西是有关于一些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会用到的，因为我们夏天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可能我们的头发流汗了，然后湿掉啊，很塌那些啊，然后过后或者是会被晒黑之类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来分享一些我们夏日会用到的东西，所以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呢？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进入正题吧 ，Let's go。OK， 现在呢就由夏乐来给你们推荐第一样好物，就是我觉得很好用的这一个 Chanel 的润唇膏。我看很多人分享过小红书，尤其是它虽然呢它只是十 gram， 但是它真的可以用很久。然后我你用了多久？只用了3个月这样子，然后它还剩下很多，真的很多，是的。你们看，会油腻吗？不会，你可以 try 看看 try 啊！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很好用，我也想要 try，很滋润哎、啊，真的是那种，对，中草中草。然后我觉得它和我之前用的润唇膏最大的不同点啊，就是哦，之前我需要一直依赖那个润唇膏，只要我一不用啊，我嘴巴就容易干。可是它真的很神奇，我晚上我会厚涂。然后直到早上哦，我吹着 aircon 啊，早上还是会湿湿的，因为我厚涂。可是如果是平时的话，我就是化妆前我就会上一点点，包包就可以了。真的很好用。然后你上口红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顺。那接下来就到我分享的，讲到真的保湿的东西，我就要推荐女孩子的身体一定要滑滑的，这个就是滑滑。哇，你的身体真的很滑。这个东西添加的这个沐浴油呢，我用空瓶，大家应该这应该是我第四还是第五罐，我真的很喜欢用它。我之前第一次用的时候，我是不喜欢的，因为觉得怪怪的是油油这样子。哈，对，因为它是油来，它跟沐浴我们普通用的沐浴露不一样，它是沐浴油，因为它没有泡沫啊，它没有泡沫，其实是我们的用法其实是对的，因为它没有泡沫也是对的。另外，如果你要它有泡沫的话，你可以买那种那搓泡泡的，搓它就可以搓很多泡泡。对，我就是这样子用。你这样子用啊？可是我平时都是直接当做是油这样子来涂，然后我非常想用它，是因为它有那种杏仁的奶香味，它味道很香，我很喜欢，舒服啊，它对，很舒服。然后你用了过后，它留香很久，好像是你自己散发出来的体香那种，皮肤会比较干燥。如果用那种普通的那种沐浴露啊，我用了之后，我皮肤会很紧绷，不知道你们会这样子吗？会很紧绷，然后还会然后起那种鸡皮，那种一粒的嘛，它有那种密集恐惧症那样子。然后我花了用这种沐浴油之后呢，我皮肤变得很滑去，然后就很保湿。因为我看网上是讲以油养肤啊，就是很好的，用这种油的话是对我们皮肤很好的。 OK， 现在到我分享我的夏日好物，就是这个，它是来自这个 AMT 的产品来的，然后它是那种一个 wet tissue 这样的。它用法哦，就是你很热吗？你出来外面在外面拍照，外面又不可以冲啊，你就哇，快看快看，我跟你讲这个啊，我自己都在用啊，这个真的很好用，我都是发现新大陆啊。是哎，我第一次看过这种东西，所以它真的是好像你流汗什么，就是你直接擦到，你不舒服，你想要凉，你用这个就可以了，是，而且很干净。因为其他的其实其他的味底霜，普通味底霜他们是不可以直接这样涂身体的。是，好像是不可以，好像是还是会生东西啊。但这个不会。是很香，是全身都可以用的。塑料脸啊，是吧？就尽量不要，因为它有酒精，所以不要用在脸上比较好。哈，现在要到我了，我要分享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我看到了，哎，我也是要分享，我是有带来要分享，很好用，真的很好，幸好我没有带来，你是也要分享了，本来。跟你讲，因为夏日真的必须要用它，因为我每次哦，好像我们这种四季都是夏日的国家，你不可能穿长袖出门吧？穿裤子出门，我直接真的是热死了，很热。所以我们都会穿背心。你看我们今天全部穿背心，能少就少的那一种，吊带为主，因为真的是太热。然后吊带的时候，最怕女孩子最怕的东西，第一个不要讲，就是这个。打马赛克，手动马赛克，就是一个腋下的毛，然后第二就是手的毛，是会很丑哎。其实女孩子很多毛的话哦，外表看起来会整个黑黑的，还有脏脏的。是你这些。
起来会看起来啊啊脏脏黑黑的，然后拍照又要去 P， 是你要去美白，所以这个真的要推荐你们用这一个。这款紫色的其实是他们的 A3 系列，就是他们最新的系列。我之前用过他们家的墨绿色的，对，我也是用过墨绿色。然后我前阵子呢就有入手他们家的这个，它这款叫做Ulite 蓝宝石冰点除毛仪。现在我就在用着，我用完它之后我就没有去美容院了。真的，我也是用完它过后我就没有再去美容院了。因为其实你去美容院签配套，要配签几个配套才能做到那个毛事，而且有些人的身体激素不一样哦，可你签了几个配套都没有办法脱掉那个毛。它就是 IPL 脱毛技术，就从光能转化成润能来破坏我们的毛囊，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毛发生长速度变慢，然后就可以达到永久的脱毛效果。你懂家用除毛仪不能用那种凹凸面的吗？你没有听说过吗？没有听过、因为有凹凸面那、很容易，就因为这样子哦，它这样子平面的话它可以直接很好的打到你的那个皮肤、就很贴、对，很服帖、然后如果你是凹凸的话很容易就是烫伤了、因为它不均匀嘛，那个懂、而且很难清理，然后久而久之它就会有污垢这样子。而且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它只有两个按钮，然后还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比较 soft 模式哦，然后中间的模式就是比较 normal 的、比较普通的，然后第三个模式就是比较强的。如果新手使用的话就比较建议是从最 soft 模式开始使用先。它还有连打的模式，就是你不用一直这样子按按按。对，这个真的很爱，因为这个新的这一代真的你就直接按着这样子，它就会连打出光哦。而且呢你一只手臂呢只需要花一分钟就可以除完了，所以你除完全身的毛呢十分钟内呢就可以完成了。然后连打哦，而且那个光哦，你们是不是担心痛不痛？它完全不痛啊，用上去，因为它是采用这个蓝宝石冰点头的，然后还有两大的散热功能，就是用上去哦它是可以快速帮你制冷，然后就是你用上去不会损伤你的皮肤这样子。虽然是讲润能哦，然后就让那个毛囊啊破坏那个毛囊，但是哦它其实真的是不会是那种你不会 feel 到那种而且我是那种皮肤很敏感的人来的，那种一点点的就很怕痛，热的我也是一烫啊，不行不行那一种，但是哦这一个真的是完全不会，就很舒服，这样真的凉凉是，而且哦超级 best。我用过其他款的，我根本都不敢打了嘛。是我用过其他款，因为痛，其他的会痛。放心，就是打不好，而且我是这一款最强的。而且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是因为它很方便携带，它很小小个这样子，然后也很轻吧。我有时候去 staycation 是，我有时候去 staycation 那些，我会直接带它出门这样子，就不会占位置哦，超方便携带了。而且呢，它拥有 SGS 的认证，所以安全的问题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如果大家对这个 Ulite 的这个除毛仪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这里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些的福利，就是呢，你们下单的时候只需要用我们折扣码 ULITED00 就可以立即减 RM40 哦。如果你们下单的时候备注 Donna 才可以有买一送六的福利，是不是很值得？很划算，真的超划算的。心动不如行动，赶紧买起来！OK， 现在呢又到我呢来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用的东西。这个我也有，我有买，就是这一个木桃的蓬松喷雾，我们是叫木桃啊。然后它是在你头发很扁、很油，还有没有洗头的时候，是女孩子，女孩子真的很需要。对，我头发这么长，像我之前刘海的时候，刘海容易出油啊。我就喷它。我有刘海的时候没有遇见它，所以我把刘海留长了啊。对啊，就是很简单呐、就是在你的头发很油啊、很塌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喷在头上，在你的头上拨一拨，然后再喷，然后再拨这样子，然后喷。我是通常是喷大概3-4次吧。我也是啊，我也是。喷完，然后我看到蓬松就 OK 了，是。然后我要分享的就是这款 Innisfree 的防晒，这是一个宝藏来的，你知道吗？它是不黏腻的，看一下，你们可以 try， 真的是不黏腻的。这是什么味道的？还是？不要。哎，很香哎！而且哦，你们看啊，它的质地哦是粉色，它挤出来的。它不会假白耶，效果哎，它提亮，就是有提亮。你是不是最近都在用这一款？是，我就发现到你的脸最近有变亮了。我都一直在找这种妆前可以用的防晒，所以我就发现了它。OK， 打火了，这个我给你们用过，是 Peach 的，是这个是口腔清新喷雾。你要知道哦，因为哦。
这种啊大热天哦，很容易发热气。我是一个超容易发热气的人，然后这啊发热气哦，很容易口臭啊。真的假是口臭的，就整个就闷闷的，你懂吗？那你一讲话，这些人就。牌子是Be Fresh 家的啦，我是觉得很好用啦。在哪里买的？这个我在 Shopee 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蓝色包装，好像是那种普通薄荷的清新味，可是我比较喜欢那种甜甜。你看我这样甜，哈哈哈哈哈，这样甜甜甜酱嘛，而且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太薄荷的味道，有些人觉得薄荷味是那种牙膏味。对，我就是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这种 Peach 啊，那种你不讲，你跟那种人家讲话，人家哦。好甜啊，也不只是好像说普通时候喷，好像你吃好东西啊比较重啊，什么榴莲啊类似这样子，口气很重的话，真的是喷这个就很 fresh 啊，它就可以让你整个自己也比较舒服。OK， 再来就是到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东西是大家应该都懂了，防晒外套，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防紫外线、防晒那些。我先试穿给你们看，我这个是在 Uniqlo 买的。它其实好像有蛮多颜色，我是选择白色，因为我觉得白色是最百搭的。我自己也有一件，是有看了我们的po 照片就知道，我跟 Tracy 啊，那种啊，看颜色，我们啊一有太阳就在那边遮，给你们看我们。一有太阳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是，然后 zip 起来，而且睫毛可以到很高，你懂吗？对，所以其实根本不怕被晒到。看吗？就是可以直接关完，剩下眼睛那种。然后戴个墨镜，可以就不会被晒黑啊。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用，而且它的布料其实蛮透哦，你穿上去哦，这样长长哦，它不会热，它很透气，它其实蛮舒服哦。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防晒外套，它不会很贵，好像100多这样子吧，100、200、300这样子。好啦，以上呢都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希望有帮助到你们。还有，如果你们喜欢 You Like 出毛衣的话，可以点击以下的资讯栏哦。这可是我们和平开放那边努力争取来的福利给你们。是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精致好物要分享的话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哦。好啦，我们要下线啦，下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吧，我们下期见，拜拜，比心 kiss kiss。